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聊了那么久，一个人感到很孤寂，就算再多的人转身，再多的肯定，朋友家人都为我担心，担心我做钢笔变问题，多渴望有人陪我一起努力，勇敢的前进。聊了那么久，总觉得似乎缺少了共鸣，就算再多人情不自禁痛哭流涕，电视里我唱得用力，撕心裂肺谁又会在意，一直那么煎熬，该如何继续走下去。终于有人陪我一起飙高音，感谢有你给我那么多勇气，就算到处轻轻碎玻璃，就算刮风打雷又下雨，就要让全世界的观众都对我 say sorry。有冇咧喺呢首歌嘅播紧期间咧，好似我咁一样咧，跟住唱一齐咧飙高音嘅？有咧，唔该嗌声啊！咁啊，系啦，咁啊都可以飙一飙高音啊！其实咧，即系嗌一嗌咧，就系令到心入边咧好多嘢都宣泄出嚟啊！痛快啊嘛，太痛快淋漓啦！系啊，咁啊，琴晚痛唔痛快啊？当然啦，琴日啊两场咁样吓，咁啊昂首四强系嘛？系啦，咁啊，我其实咧喺今届世界杯嘅呢个比赛嘅未开始之前咧，我都
隐约咧觉得咧吓呢届世界杯咧，其实咧可能会产生一个新嘅冠军，亦即系咧一队咧之前咧从来未曾攞过世界杯嘅球队咧，可能会攞到冠军。啊，你之前节目都讲过啊，系啊，咁啊，所以新冠军，所以咧咁啊，比利时咧同克罗地亚而家咧就占咗半壁江山啦。呢两队波都系之前咧都未曾攞过世界杯冠军嘅，系咁啊。所以咧，我嘅选择已经跃然纸上啦，系嘛，咁啊，咁啊，应该咧就休整两晚之后啦，应该系星期三嘅凌晨啊，系，系啦，咁啊就会新嘅半决赛咁啊出现啦，啊，到时咧大家就分别咧支持你心目当中嘅冠军队伍啊，嗱，讲啊，咁啊，我就肯定系克罗地亚同比利时噶啦，系嘛，咁你咧，其实我咧，即系我你都系呢两队得，咁啊让俾你啦，嗱，比利时咧，我系比较中意嘅。但咧，我覺得咧，即係有時咧，歷屆世界盃咧，你黑馬就好難一黑到底嘅。克羅地亞雖然個即係名有個黑字啦嚇，都好黑噶啦嚇。咁啊，去到四強。是應該止步了啩、嗯啊、會不會就是英格蘭和比利時最尾爭冠呢咁樣。啊咁樣。有呢個小分歧喺度啊。咁啊咁、我算啦咁我買對面啦。係啊咁我克羅地亞啦我克羅地亞同法國啦。係咪好唔好啊我音好。好當然啦我兩個企硬㗎嘛。係啊。因為冇乜理由嘅智商會同你同一層次嗰樣嘢。係啦絕對唔合理。唔合理啊呢樣嘢係咪先。OK, 咁就咁定啦。好你而家聽嘅節目呢叫一些事一些情。這個 friend 說、有個地產問題媽媽想買、想賣了一套屋買一個中信寫字樓單位收租用你覺得怎樣呢咁寫字樓單位的升值能力呢的確呢是要比這個住宅呢要差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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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咁呢就咁呢而且呢就話、寫字樓單位呢其實如果你真係你急住等錢使呢你去銀行呢想話抵押都借錢呢都係好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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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哇 ,Band 歌會容易啲呢啊冇你搵咩歌都唔容易。咩歌都唔得係你搵咩歌都唔容易。係呀 ,Band 歌。係啦咁所以呢就所以呢就呢樣嘢你要考慮囉即係你有冇呢個需要咁啊。當然你話寫字樓嘅租金呢比呢、這個住宅嘅租金咁啊特別中信寫字樓啦咁啊。咁啊比住宅租金呢會高一啲咁呢樣嘢呢有一個事實咁啊。但問題呢就在於呢中信呢座寫字樓呢已經係有咁耐嘅歷史啦咁啊。你意思係咪係有啲老舊呢我又唔敢講老舊因為呢佢個成個物業管理都非常之好嘅。嗯啊嗱、你唔好整個氹我。問下啫係好多 friend 有呢個疑問㗎嘛。係啦咁中信呢呢個寫字樓管理呢就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事實上呢而家市面上呢你有啲甲級寫字樓啊即係可以買賣嘅分開單間賣其實又唔係特別多嘅因為珠江新城呢好多寫字樓都唔賣嘅。咁只租不賣啊。係啦都有賣嘅咁你揀同我講我肯定都有咁啊咁呢所以呢樣嘢呢你不如你就再睇多幾間好唔好因為呢始終天羅北呢個租金嘅回報呢其實就同珠海新城相比呢差得好遠。啊、嗯。咁啊呢方面呢就好似你個 friend 話齋呢個地產方面我一聽地產我諗住整忽地啊之類的。原來咁啊。係啦嘩繼續有地產問題啊 ,Hugo, 拍賣房咁咁買呢風險會唔會好大㗎嘛。咁理論上嚟講呢啲係法院執行嘅呢啲拍賣房如果可以交吉的話就即係我覺得冇乜風險嘅。係啦因為即係有法律嘅保障喺度嘛咪。所以呢樣嘢可以放心。其實到呢上面應該我就唔敢講啊我唔敢講啊即係一定要放心啊係咪只不過即係嗱好多時候呢有一個咁嘅問題法院俾人拍賣間屋但係呢原本嘅屋主呢打死唔走。所以我話如果交吉嘅話即係已經冇啦。啊是一間吉屋一間的啫咁樣呢就 ok, 咁但係呢如果呢對方賴死唔走你又陷入到呢下一個官司就要趕嗱我已經拍賣咗啦呢間我㗎啦我要趕走你。咁呢個係又係陷入第二輪官司入邊㗎啦。你明白呢個就係法院嘅執行方面呢可能都要考慮㗎嘛。法院嘅執行唔使考慮㗎非常之好嘅。哎呀即係唔會好似你咁樣我對法院完全冇誤解嘅。我對法院有誤解咩點解你真係。你嘅質疑。你真係啊呢個 friend 話我哋德國 friend 啊佢係你好啊我名字叫 Julia, 我係一個德國人我男朋友 Mr.L 呢係廣州人啊亦都係你節目嘅忠實聽眾啊喺佢影響之下呢我都慢慢開始學習廣東話啦、啊、開始聽你節目四個月啦佢喺德國留學嗰陣呢我哋認識咗因為呢、啊、我喺德國嘅大學呢學習漢學啊所以我哋有好多共同嘅話題一年前呢我同佢一齊嚟到廣州工作我好鍾意廣州好鍾意中國啊聽日呢就係、是、我哋一齊四年嘅周年日子啦可以幫我同 Mr.
Sir L 讲一句话 ，L 先生，你愿意娶我吗？我爱你。哇！仲发埋张相上嚟啊！系啦，佢唔娶你，我搵人。啊，既然嚟到我哋啊大中国大广州啊，欢迎欢迎欢迎啊！系欢迎欢迎一位，哇！德国女仔好靓，好靓啊！系啊系啊系啊，佢 share photo 俾我哋啊 ，Julia。系啦，咁啊 ，L 先生话好正嘅一 pair 噶嘛，系啊，祝福两位，祝福两位，系一定系一定系一定娶你啊！咁啊，一定娶。即系我等佢，我代佢讲啊，等佢开心啊，真系。OK OK， 一定取，一定取啊！广州一定有人取你啊嘛，你真系放心系嘛？系呢个 friend 咧就 Hugo 咧，点样减到个肚腩噶？本人唔肥啊，但系有肚腩急急急啊！减肚腩咧系呢个系成个减肥过程里边咧系最艰难嘅一环噶嘛，系嘛？系啊，肌肥无解啊，肌肥无解嘅咁啊，咁所以咧你点样解咗佢咧吓呢件事？冇噶，咁你就進行一個有氧嘅訓練囉，同埋一個心肺囉，同埋心肺囉，咁然之後呢，因為腹肌呢係冇記性嘅，我已經在節目度講過，腹肌係冇記性嘅，所以呢你譬如話做啲卷腹啊呢啲活動呢啲運動呢，你要每日必須堅持做，而且呢每次呢至少要做15分鐘。哦，咁樣佢先會有記性，你三次唔做呢對㗎啦。佢一下就唔記得㗎啦。係呀、好健忘呀。係呀係呀係呀。其實好多時候呢健身最緊要一樣個字啦，無論想邊個部位都係啦，堅持㗎嘛。太重要啦㗎嘛。呢個 friend 話十年嘅老 friend， 而家喺雲南嘅香格里拉撐你哋㗎嘛。喂，有冇 friend 嚟香格里拉玩呀？對暗號訪費直接打骨折咁樣。喎、真係好啊。係啦，咁啊對暗號啊，咁啊床前明月光，恭喜發財。你不如你講你呢個香格里拉，你開間客栈又好，開間酒店又好，叫咩名先得㗎？唉，冇錯啦，咁大口茫茫點揾你啊？啊，間間講聲㗎係嘛？好，咁啊，呢個 friend 咧就話咧，最近咧聽翻2010年之前嘅節目啊，發現咧嗰陣咧好多惠州嘅 fans 咧發呢個短信咧參與評論嚇，但依家咧好少好似咧好少見到惠州嘅 fans 評論留言啦，係咪因為咧而家惠州好少人會識聽或者識講廣州話咧，所以好少人參與到呢個節目當中咧？嘿，惠州嘅 fans 啊，出嚟抱下頭嚇，係咪唔識聽廣州話？惠州係啦，回應下佢哋，回應下佢哋，你客家話做下字都得噶，你都 OK 一定。呢个 friend 话公司啱啱起步，老板好好人，买咗台轩逸俾我。虽然咧唔系咩豪车，但我心入边咧仲好感激老细嘅。希望公司咧快啲咁样越嚟越好。我嘅好老板杨志华先生系嘛，老板系嘛，好老板好员工啊，系好恭喜发财两老晚上好啊。小女子有个问题想问下你哋同埋各位嘅主持人吓，系咪男人咧都唔中意好瘦嘅女仔咧？咁啊，系咪男人咧都会觉得好瘦嘅女仔咧冇手感咧？相低你哋系咪都系咁认为呢？本人1.6米啊，80kg 佬，哇，佢的确系瘦啊吓，实实在在嘅太平公主啊，样还过得去啦，但系咧一直咧都维持而自卑啊，系咪我咁样嘅女仔唔会有人中意嘅咧？有咩解救咧？相低万分感谢吓。咁理论上嚟讲，即系增肥对于我嚟讲系非常之容易嘅事嚟嘅。系啊，其实就只系想增噶嘛，系啊，简单会唔会就系佢增佢想增喺某些想增嘅部位？喂，咁你整體肥啊，肥㗎啦，係咪先？整體自然會帶動局部係咪？係啊，咁我覺得呢就高矮肥瘦啦，正所謂即係呢個啊那個皇帝嘅咩漢武帝係咪？咁啊佢呢個燕瘦還肥㗎嘛，燕瘦呢還肥呢個成語你聽過未啦？就係呢個講呢我哋古代呢、有兩個美人咁啊，燕呢就叫做趙飛燕係咪？趙飛燕呢就如果冇記錯呢漢朝一個王妃嚟㗎啦，係咪漢武帝唔記得啦，漢景帝咧是但啦吓，咁咧就啊，反正有呢个靓女啦，系嘛？系啦，呢个靓女咧就好瘦嘅，好瘦嘅，咁啊瘦到咧，话说咧个体重轻到咧，可以喺一个人嘅手掌上边跳舞嘅。呢个咧就形容佢好瘦好轻，但喺历史上嚟讲咧，佢都系个美人咁啊。咁诶，环肥咧就系呢个环咧就杨玉环啦，咁啊杨环咧就呢个汉献唔系唐玄宗，系啦，汉献帝阴公啊，汉献帝老婆保唔住俾曹。
Rachel 所话斩就斩，真系阴公啊！咁咧就呢个唐元宗嘅呢个妃子咁啊，咁就好肥嘅，珠圆玉润啊，系啦，好肥嘅。所以咧呢个世界上咧就系呢个燕瘦还肥嘅成语咧，就话其实咧都有各自嘅美态嘅，你又唔使咁自卑，一定咧会撞到一个中意瘦嘅。嗯啊，通常你咩人会中意瘦？我同你讲，大肥佬。啊，系啦，就中意瘦嘅咁啊，只不然咧，你 keep 住自己呢个状态，系啊，系唔使担心噶，系啊，无谓太刻意，系啊，哦，呢个 friend 话八十 K 佬打错系嘛，八十斤啊，冇错，唔系佢真系打 KG 啊，打 KG 啊，系嘛，下冇反应，唔好意思啊，八十斤噶嘛，低落系嘛，系呢个 friend 话深圳啊 FM 103咧，终于可以听到一些事一些情啦，以前咧一到呢个时候咧就播不孕不育节目啊，用广播听感觉真系好唔一样噶嘛，欢迎你啊，咁啦，咁啊，所有深圳嘅 friend 记得咧听103啊 ，FM 103就系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噶啦吓，系，请问有冇 friend 咧知道国庆期间新疆嘅天气咁啊？呢样嘢可以查嘅，我相信啊，国庆啊系啦，咪即系提前知咁多啊，准备自驾游，喂，司机咧同埋乘客都有啦，就争一个女司机坐副驾。哦，虚位以待喎，系啊，而且系新疆，系啦，自驾游嘛，中意自驾游 friend 噶嘛，系咯，因为冇谂过即系新疆揾过咩，或者沿途啊，系啦，系啦。正所謂沿途和你車廂中擁抱，係嘛？即係沿途有你啊！系啦，咁啊，国庆自驾新疆啊，系咁啊，新疆应该国庆嘅期间咧，天气几好噶，系、嗯、啊，咁啊，应该即系秋高，有啲冻添啊，可能我相信要冻，系啊，系啊，系啊，恭喜发财，有冇 friend 咧长堤夜跑啊，一齐组个队啊，咁啊，跑紧嘅话你吓，咁你一路跑又嗌啊嘛，喂，唐朝命光，唐朝命光咁啊嘛，系咪先吓？啊，咁啊呢个 friend 同我哋分析呢个世界杯嘅知四强之后嘅形势吓，克罗地亚如勇不足啊，英格兰咧务实前进，法国仍有后劲，比利时咧重剑无锋啊，最尾啊我睇好英法会师决赛啊，咁样样系嘛，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啊燕瘦还肥，我都试过，各有各手感。啊得啦得啦，你好嘢啊，哎呀，写个福字俾你啊。哎，呢个 friend 呢就即係同我哋普及俾个历史知识啦。赵飞燕呢係汉成帝嘅皇后。汉成帝喺汉朝嚟讲呢就唔係太出名嘅一个皇帝啊。因为一般虽然成咗皇帝啊。一般即係哇，你即係汉武帝啊，呢啲好劲㗎嘛。係咪先吓。係啦，或者汉献帝嗰啲好孱弱㗎嘛，都得嘅、反正都各有各出名嘅地方。嗯，系咁啊，相低啊，啱啱咧同二次元小美妞啊，小美扭参加完啊深圳企鹅跑活动啊，好开心。而家咧现场咧玩游戏攞奖品啦，最 high 嘅咧 DJ 打碟 rap 嘅环节啊，劲开心。今日呢场跑步咧规划唔够合理啊，我同小美扭咧跑得不过瘾。咩时候一些事一些情都嚟一班都嚟一波夜跑活动啊？期待好怎话啊？好咁啊，夜跑。嗯啊，相当于前排咧，听翻好几年前嘅你哋嘅节目啊，你仲记唔记得咧？咩炒楼王啊，广州宋慧乔啊，哇，真系好爆啊！想知道有冇续集咧？喂，发展成点啊？咁样嘅冇咯，我哋都期待中噶啦，啊，冇咯，系啊，冇咯、啊，去到嗰个位置就唔知点啦，系嘛？系啦，咁啊，我都希望咧，即系有续集啦，可以话俾我听后边嘅故事啦、我喺云南香格里拉。顶住间客栈咁啊，个名咧叫香格里拉乐天居，独克中古城之内啊，系 friend 嘅直接到店对暗号，房费打到骨子，就啱啱个 friend 啦，咁啊，咁咧呢个系呢、這个叫香格里拉乐天居啊，系呢个独克中古城内嘅吓，系啦，咁啊，即系有机会去到呢度嘅 friend 噶嘛，都可以咧对一对暗号嘅，系啦吓，呢、這个 friend 话 Hugo， 你记唔记得系好耐以前你讲我朋友经常甩头发，然之后呢个洗头唔用洗发水，只用清水，我记得、這個、呢个咧就系我朋友咧，我唔系。好記得好似喔係呀係呀係呀。咁呢就係、是、我朋友呢就有呢個困擾嘅，然之後呢佢係去到歐洲旅行之後呢係好似有一個人係咁樣同佢講嘅，當地人就話你其實呢所有嘅洗頭水呢其實都係想即係其實所有嘅洗頭水呢只不過係令你呢嘅成個頭髮啦可以喺好短嘅時間之內
可以俾你一種好清爽啊，洗完之後嘅感覺。系咁，其實咧，如果你啊想個頭髮髮質靚，你千祈唔好用洗頭水，就日咧用清水沖就 OK 啦、哦，就 OK。系啊系啊，咁我 friend 就係堅持咁樣、啊、聽咗佢講。一開始咧，其實唔習慣嘅，因為你用慣洗頭水啊嘛，你硬係覺得個頭洗唔乾淨，就係啲粒咁啊。係啊，硬係覺得唔乾淨。咁啊，長之往洗落去咧，又而家都OK 喎，好似呢個困擾嘅問題咧解決咗。哦，但系咧問題咧就話捱過嗰捱唔捱得過啊？捱過前邊嗰段階段，即係話你自己覺得個頭洗唔乾淨嗰個階段，你一定捱過去先得咯。嗯，啊呢個 friend 講開呢個體重身高嘅問題，佢話我都係1.6米90斤嘅嘛，因為咧屬於食極都唔肥嗰種體質啊。然後咧生完 B B 咧自動瘦身，不過咧我都係中意輕微肥嘅男生，我老公就係呢種類型㗎咁樣樣。我同你講係啦，就係咁啦，係啊，都有所喜愛嘅。係咁啊，熱烈祝賀 Love Q M and G 愛國群第二次群聚成功啊！果然聽一些事一成嘅 friend 咧，都係靚仔靚女啦。希望咧下次聚會咧會有越來越多嘅朋友咧加入嚟啦。Love Q 大家庭咧越嚟越壯大啊！第一次主持節目啊 ，Hugo 芝芝一定要讀啊，唔讀啊擦你平咁啊！呢、這個 friend 叫四火火啊，係嘛？嗯，哇！呢、這個群聚啦又啊，啊群聚當然開心啦！呢、這個 friend 相低第一次同我最愛嘅人一齊主持節目，嗯，求讀出噶嘛，係、嗯。嗱，好正啦！啊，呢種咁嘅狀態嚇，啊，咁啊，咁啊，搞緊咩咧？咁聽節目，聽節目，聽節目。相睇晚上啊，今個週末咧，同班 friend 三男三女三對情侶一齊去深圳呢個楊梅坑玩啊，嗯，新市坑啊，咁啊，點解咧？楊梅坑點樣坑咧？唔知啊，佢冇具體，不過咧都好開心噶嘛。幫我同阿泳師講啊，佢後日咧就要飛翻紐約啦，下次都唔知幾時可以見啦。提前祝佢一路平安，求讀出。唔讀呢就刷片㗎嘛。係怕你下。啊怕你。咁當然啦去玩呢好多時候呢最重要呢就係人㗎。係。咁個景點或者個地方呢並唔係太重要嘅。係同邊個一齊去係最緊要㗎。最緊要㗎。嗯咁啊呢、這個 friend 呢就多謝 Hugo 讀出啦。其實我上嚟呢就想問下有冇鍾意黃子華嘅 friend。好希望呢以後搵到個鍾意雙低又鍾意黃子華棟篤笑嘅老婆啊。想問下有冇人呢有多張飛我要一張就可以啦。如果有人呢買咗票喎，啱好咧又分咗手，咁最好啦。咁我陪啊，我會陪你去咁啊，咁樣樣。P.S. 我人在深圳啊，希望咧 Hugo 再讀出咁啊，咁啊，哇，即係咁樣嚟執漏嘅話都比較少有啊。OK 啦，即係有咗，即係佢目標好明確啊。嗯，係啦，你係中意啊一些事一些情，中意黃子華，又中意黃子華，咁啱分咗手，有多張飛，唔係咁啊，即係嗱，即係如果有嘅，咁啊，如果人哋冇拖拍，好少話買兩張飛啊嘛，先啊。咁收成有兩張飛嘅又分咗手咁兩張飛又處理唔到㗎。啊無謂嘥。係咪無謂嘥係咁嘅意思係咪先。但係呢佢搵老婆嘅目標呢係好確定嘅。係啦、嗯。又鍾意黃子華又鍾意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啊多謝你啊。嗯嗯。啊實搵得到就放心㗎。啊呢、這個 friend 呢就有個問題求指教下。喺一次偶然嘅情況之下呢同一個金牛男見咗一面。後來呢先知道佢係 friend 嘅 friend, 朋友嘅朋友啊。佢主動呢加我微信㗎但每次呢都係我主動微信揾佢，傾得還可以啦。你話佢係咪對我冇其他諗法呢？而家暫時呢都未曾見過面。咁我覺得一個男仔如果佢加咗個女仔嘅微信之後呢，又唔頂唔掉，一定係至少啊，而家仲未對你有咩特別嘅感覺啦，冇咩太多嘅感覺啊，所以呢方面就顯得唔頂唔掉。嗯，哇喂，好有效啊，喂，相低我呢，琴晚話老公個應酬夜晚即係夜歸嗰個 friend 啊，琴晚呢話兩老讀咗之後呢我就發咗朋友圈啦、uh-huh. 啊唔知老公係咪聽到呢係而家我沖我沖緊涼佢就返嚟我問咦、今晚咁早啊老公話仲咁唔早咩你又投訴俾相低㗎啦咁哇居然今晚早返嚟話仲同我一齊聽緊直播喂托兩老個福㗎嘛哇呢、這個老公真係絕對幾人好醒啊投訴有效啊嘛，系啦，咁啊两个一齐听节目，开心开心咁啊，同埋开心翻晒，同埋咧想同呢个老公讲，即系你至于点解要成日应酬呢啲嘢咧，我哋琴日喺节目度有解释，都帮你解释咗噶啦，其实即系你唔可以唔使咁早翻啊。
啊，真系，哇！我哋而家咁样两边讨好啊，唔系关键系佢两个好啊，呢样嘢最重要啊。系啦，咁啊，投诉有效，两位 OK OK， 系咁啊。呢个 friend 话炒楼达人 Hugo 啊，听讲你经常买屋，想请教你啊。买屋嘅时候咧，销售员私下咧收咗10,000订金，话内部咧10,000有顶30,000嘅优惠。请问呢个咪楼盘销售员嘅潜规则咧？佢咁样做违唔违法咧？咁啊，咁理论上嚟讲，冇任何收据嘅呢个收你嘅钱咧，都系违法嘅咁啊。咁但问题咧就话，即系咪佢哋内部10,000顶30,000咁样咧？咁啊，咁呢啲咧都系通常咧就系一手楼嘅交易当中咧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咯。嗯咁如果真係可以呢幫你平一20,000咁你都制啦係咪先。咁就係。係啦，其實我哋坦白講而家即係喺社會上邊我哋即係做一啲嘅交易啊，有時真係攞到著數嘅，咁我覺得呢就係大家就睜隻眼閉隻眼啦係咪先。係啦，咁利己㗎嘛平一20,000。係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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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咁樣你話即係啱唔啱規矩啊，係咪化呢啲嘢梗係唔啱規矩啦。係、啊。所以呢方面呢都要謹慎㗎嘛。嗯。啊呢個朋友喂新疆國慶我都想去呀，去過幾次啦，我仲想去呀，不過呢九月天氣呢就最好嘅，十月份呢啲草已經開始冇啦，舊拼車咁樣樣，哦咁樣，女仔嚟嘅，可以有個指南俾大家。咁啊，九月份咧可能最好，十月份咧啲草啊慢慢開始。咁但係十月份有假啊嘛，係咯係咯，即係唔知咩？提前啲，即係九月尾連住十月假一齊去咧，係嘛？佢自己做老闆得啦。你試下我公司啊，有人提出咁嘅無理要求啊！你真係，大家設計下呢個行程。喂，呢個 friend 話，Hugo 介紹個食大餐嘅生意俾兩個啊！汪神瑞出新歌啦，and then 走去掠佢咯，食大餐啊，食大餐嘅生意介紹俾我兩個，多謝你，多謝你啊！如果真係食，真係佢應承咧，請埋你啊，一定話你知嘅嘛。汪神瑞啊，新歌啊 ，OK 啊，係啊。系咁啊，呢、這個 friend 咧就哦系啊，唔用洗头水洗頭啊，呢、這個叫做 no put 啊，我都喺度咧进行當中，哎呀，第二日咧油到死啊，自己覺得吓、嗯，不過咧我會堅持落去嘅，鬼叫我呢種中年老人年紀到咧天天掉发嘅呢個時候咩？咁啊，OK OK 啊，系啦，咁啊都听过呢種咁嘅办法有用系嘛，系啊，咁啊都可以試一試啊吓，嗯嗯，啊呢、這个 friend 话喂，好耐冇听你。節目嘅相低而家待業當中啊，希望可以金口祝我咧早啲有 HR 通知我翻工啦，拜託拜託，小弟有房貸要還啊！北京時間22:00。是啦，繼續返嚟啦，一些事一些情咁啊，呢個 friend 呢同我哋講講樣嘢都幾開心㗎。佢話相低我喺體壇360度呢勁猜世界盃呢中咗一箱菠蘿啤。嗯、但呢我喺茂名啊唔方便去攞啊想送俾相低，唔該唔知道相低得唔得人攞呢喂同我哋同一間辦公室㗎其實。喂其實呢個 friend 可以搭個高鐵啦而家開通咗。我箱菠蘿啤攤去。然之後計嘅時都幾多已經滲到咩咁㗎啦，所有粵西嘅 friend 都有信呢個高鐵貴呀、高鐵飛貴呀嘛，冇經過呢、這個聽證㗎嘛，咁係咪先喺度呢我好正咗咁同你講呀，就算通過呢個聽證嘅呢啲飛都唔會減價，你放心呀、啊。呢、這個應該係同邊間公司講呢，同高鐵嘅運營公司講呀，同佢講放心喎、啊、放心、啊。是好啦好啦，咁樣咁麻煩你呢同體壇360度呢講聲，你話我呢箱菠蘿啤呢俾 Hugo 一支嘅咁樣。係啦，咁啊叫佢派俾我哋就得㗎啦。係呀，咁我哋一人攞6罐啊，多謝你啊。攞住嚟睇呢個半決賽決賽啊。係正啊。啊正啊，多謝你先。其實係咪港式菠蘿啤呢個軟港嚟嘅呢我哋咪中咗計啊中咗好大嘅計一到一中計我哋真係真係點解呢 笑不更事啊真係係相低晚上好話咁熱嘅天氣梗係坐喺房間嘆住空調同埋女朋友波立美飯舒服啦咁啊唉知嘅叻啦知嘅叻巴閉巴閉巴閉啦相低晚上喂我想買冇 friend 呢喺7月14號呢去澳門睇呢個第一代歌神許冠傑
節嘅演唱會呢、嗯、喂，組隊一齊去啦咁樣。7月14澳門、啊、有冇飛㗎？係啊係啊，即係你、啊、我手上有飛、啊、大家嚟我就帶大家去睇，咁你有呢啲咁先得㗎嘛。嬲喎、嗯啊、真係難啲啦。咁啊呢、這個 friend 話相得萬上，我估中咗38場居然都冇一次被抽中嘅人生啊咁樣。咁、嗯、人生總係係真係遺憾居多㗎。啊、人生啊，充滿歡喜，難免亦常有淚。古語有云啊，先歌仔又唱啊，系咁所以你，哎呀，遲啲可能大獎咧，系咪先？系、哎、真系啊，三百場咁叻啊，冇錯啦，優你系嘛？系啦，咁啊呢個 friend Hugo， 我買一支小桃紅啊，等結婚小桃紅小放縱系嘛？咁 啊想等結婚嗰日飲啊，我今日咧睇到有保質期，會唔會過期我都未嫁出咧咁？嗱你可唔可以飲住嚟等呀、啊、嗱我同你講啦，咁所有呢正規途徑入呢、入口嘅呢個步驟呢好奇怪、有一個好奇葩嘅規定呀，咁啊咁呢、嗯啊、就唔知係海關呀定邊個部門規定呀，一定要寫保質期。因為呢個呢係有一個係有一個呢佢即係覺得呢飲落口嘅嘅嘢係咪先呀，一個食品一定有保質期㗎啦係咪先，所以冇理由無限咁都可以飲㗎係咪先。係啦，點解會冇保質期嘅咧？咁啊，呢個奇葩嘅規定咧，又唔知係幾時定嘅，唔知邊個定啊？反正一路咧就係咁樣噶啦。所以正規途徑入口嘅呢、這個葡萄酒咧，背標後邊咧一定咧有保質期嘅。但係咧理論上嚟講咧，葡萄酒啊，啲酒類大家都明白係咪先？嗱，你試下而家你冇話八二拉菲咧，係咪先？哇！如果邊個 friend 送啊1900年嘅拉菲，你真係唔知值幾多錢啊？話唔知係保質期喎，真係。係啦，一個笑話嚟嘅呢個係啊，呢個規矩一個笑話嚟嘅啊。OK 啊，你有佢就係啦。系啊，當然咁啊，你话边饮边等呢個好日子到嚟咧，亦都系好辦法嚟嘅。冇錯啦，呢样嘢我赞成阿志嘅意見啊。咁啊，饮得几支日嚟咧，就系啦。啊，哇！呢、這个 friend 哇，第一次聽直播，原來廣告咁長啊。系啊，讲好長啊，所以我哋好得闲噶，真系。啊，呢个 friend 喂，今晚你哋做唔做国语節目啊？听日晏昼3:30先翻工啊，冇波睇，真系唔知做咩好，唯有聽節目咁系嘛。咁喺、世界杯期間咧，我哋嘅国语節目系暂停嘅，咁啊，系冇错啦，系啦。嗯，嗱，顺便再通知一下我哋所有嘅 fan。嗯，好，咁啊呢個 friend Hugo， 多謝你讀出我評論啊。我之前啊聽你說話喺增城呢新唐晚屋而家升值咗一倍啊。嘩你做得㗎嘛。係呀係呀係呀，咁你係咪呀，你信我講就得㗎啦，真係吓。佢話呢如果而家20000蚊一方買會唔會係平呢，會唔賣呀會唔會平呢，因為新唐仲喺度不斷搞啲大型基建啊，你覺得呢邊嘅房價會唔會大升呢？咁我覺得大升呢即係再升一倍呢機會呢就冇以前咁大啦。都是，但是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可能的，但是如果20000蚊方買新唐屋當然是便宜買啦，你急著等錢使沒辦法，是不是，如果不是當然是揸手啦、啊、守住守住、啊、是啦、啊、這個 friend Hugo， 藍沙魚和紅沙魚哪隻好飲呢？其實各有各好飲、啊、真的、啊、各有攞獎的，兩隻都有攞獎的，是 啊， 是 啊， 是啊，你試一下對比一下，可能分分鐘令你即是這個飲品鑑葡萄酒這個道路上邊買出堅實的第一步啊，是是啊，到時、啊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系、是、咁样讲，佢话唉咩估咗60場队边啲队先开波咁样，全部错晒。你好你估胜负平啊，咪先你估边个先开波。先开波。但系真系50-50嘅啫，你都可以错晒啊 ,ok,ok, 啊。八倍八倍八倍。唉，电白人民由心而发啊！粤西高铁系为咗方便珠三角土豪咧过嚟食牛腩同埋白切鸡嘅，唔系俾你哋用嚟逼春运嘅。所以啲飞贵啲啊，贵啲啊！啊，又系话啊，紧要啊！诶，讲起 LoveQ 嘅你哋嘅听友群咧，我喺上一届世界杯嗰阵咧就加咗 LoveQ 嘅听友群啦。而家直到而家咧，好多之後都好熟啦，另組咗相熟嘅 friend 呢就另組咗個微信群繼續傾偈，我特意改咗群名榕樹頭，咩意思啦，解釋呀、啊、你啊。解釋說明榕樹頭下好乘涼阿叔阿嬸嘅街落場㗎嘛，三言兩語談人生，七嘴八舌話家常啊。咦、欸欸、都好幾位 friend 呢都升級成為爸爸媽媽級嘅人物啦、啊、祝福大家呢合家安康，時時順利、啊、4年前嘅群而家呢仲有一班 friend 繼續傾緊偈。
榕树头噶嘛，正啊！呢个 friend 话啱啱深圳办完事翻嚟啊，一路上咧听紧直播，停咗车之后咧，翻屋企经过停车场附近嘅工地咧，居然听到两路嘅声音，嘿，我仲以为自己冇熄车添啊！啊，拧转头啦，睇下，喂，熄咗吓，然之后咧先发现咧，原来工地上嘅工人咧全部喺度听节目啊！边个工地喂，讲声喂，系啦，同我哋所有 friend 打声招呼啊！系呢个 friend 话，我唔系药神，最近好火，有冇一齐睇啊？我喺深圳嘅福田咁啊，咁啊福田好多我啲 friend 噶，福田 friend 噶，系啊，我哋 friend 咧集中喺福田同埋南山两个区，哇，咁集中啊！啊，呢个 friend 喂，双低听日要入职呢个军训，哇，中我咧可以熬过呢四日半噶，系嘛？军训好玩噶，当然会有啲辛苦嘅。系，咁你睇下教官好唔好玩啊？系嘛，咁有啲 friend 咧，教官好玩，可以玩埋佢添啦。系啦，加油加油吓，一定得嘅啊！冇錯啦，好，咁啊手頭上呢揸咗封個 email 啊，嚟自我哋充滿感情嘅電子郵箱，咁啊咁啊，唉，讀埋呢個啦，讀埋呢個啦，讀 email 之前啊， Hugo 跪求讀出啊，不知如何是好，我同老公呢結婚唔到十個月啦，我發現佢呢前五日啊有搵呢個性工作者啊，之後呢我翻查咗下佢以前嘅記錄啊，發現佢喺去年十二月同今年三月呢都有搵呢啲性工作者㗎，而且呢有成交金額記錄咁啊，而且呢微信好友裏面呢有八九個呢啲工作嘅從業人員嘅微信咁啊，我半年前呢流產喺屋企休養，結婚以嚟呢佢一直呢對我諸多不滿啊，我點樣做呢？是啦，我想即是第一两个人呢肯定就关系不是太好啦，好像他说斋诸多不满，再发现一些这样的事情这样。嗯、会不会即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当面跟他的老公呢，即是说哎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大家会倾啊这样。嗯、但是在女生的角度可能真的几难容忍下去。边有得倾啊，志嗱你做这些事被你老婆发现了、啊、是不是、啊、你觉得你首先你当然是有否认的，这样东西老羞成怒嘛，你会。第一是有否认啦，对方呢就有一些屎嘴的话呢，咁你老羞成怒。老羞成怒是吧，是啦，边有得倾的呢些，嘿老婆不要急，嘿呢些好平常跟你倾下先。嗱那次呢我找个条女哇熟到啪啪声。咁会不会真的会有些男生啊，就细神劈怨啊，以后啊即是从此以此为鉴啊。嗯再都唔咩咩啦，咁發誓指天發誓㗎嘛。咁呢個通常係第三步嘅係咪，即係發完爛渣之後呢實在冇辦法呢就會細神劈怨㗎嘛。啊咁啊即係千錯萬錯都係我啲錯、啊、以前唔啱，以後絕對唔會。你唔好用我啲說話講到好似我咁樣講過咁樣。唉唔該你。咁你都要咁樣件事唔啱你咪認得錯係咪先。但係你唔可以用我啲口頭先。咁樣樣。嗱我真係我同你講咁你信唔信佢啊，咁到呢個時候你信唔信佢，所以呢有時呢就有時呢其實呢屆世界盃呢對我好大，喺呢、這個愛情嘅婚姻嘅呢個方面呢對我好大嘅啟發。嗯哼，嘩世界盃係嘛，錄音場上對你愛情都有啟發。對婚戀方面都有啟發。其實你冇話呢個世界盃呢就一共有32支隊參賽啦，咁啊咁然之後呢即係我喺呢個微信，我哋一些事一些人嘅微信嘅訂號上邊呢就每一日都有呢錄呢個比賽嘅參與嘅隊伍之間嘅比賽嘅預測啊，咁我會從呢、這個天文啊、地理啊、咁啊、經濟啊、咁樣、人民啊、其他所有嘅科學嚟綜合分析。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係啦、中至人民咁啊，嗯，哇，真系咁各方面好全面，好全面顧奇才，嚟緊知坐你隔離一個咁勁，拜拜拜拜 ，OK， 咁啊，咁咧就係不斷咁分析嘅，咁啊分析嘅才講，咁其中咧就係話真係咧又涉及到咧好多國家嘅人啊對呢個婚姻嘅呢個睇法噶嘛，咁我記得咧我係琴日咧定係前日啦，唔記得咗啦，咁咧我咧就我呢那個翻查資料同錄音時候都講過啊，呢個世界上呢就係呢、這個這個世界上啊，瑞典呢就係呢個離婚率最高嘅國家嘛、嗯啊、最高嘅國家。係因為個瑞典本身佢嗰、那個男女同工同酬啊，同埋呢個社會福利啊各方面都做得好。咁、嗯、所以呢兩個人呢喺婚裏面呢是但有啲唔妥呢我咪離婚囉，冇嘢㗎。即係佢哋都係好自立咁樣。係啦，好獨立嘅。咁、嗯、所以呢就我唔使支持你，你唔使支持我，離婚囉，唔啱就離婚囉咁啊。嗯
咁呢個呢就係原因。咁另外呢就是、巴西嘅離婚率呢喺近十年八年呢急速個上升。咁大家都覺得咦、巴西佢已經上升到好勁㗎啦，已經上升到好似31%定幾多。大家聽返我錄音就知㗎啦，聽返我一些事一些我哋一些事一些人嘅微信訂閱號。咁呢就呢、這個瑞典呢係好似去到71%嘅。係啦，就100對新人結婚有70對離婚嘅。係、呀離婚係常態嚟嘅。係啦，咁巴西就一路咁趕追係咪巴西一路上升，咁巴西一路上升咧嘅原因咧，同瑞典又有啲唔同喎。因為呢巴西人呢就同印度人一樣㗎其實佢哋好鍾意睇電視劇㗎。咁啊其實呢巴西嘅電視劇製作呢同埋呢個印度嘅電影電視劇製作呢係有得廢㗎，大家可能唔知㗎啫。咁呢好多年前呢其實國內呢都做過一啲巴西嘅好長好長嘅電視劇㗎。係咪係啊哎呀好長好長㗎、即係會引進返嚟播嘅。會㗎。咁呢就係、就係話呢年輕人呢就因為呢對愛情呢充滿憧憬啊，哇覺得愛情啊婚姻啊，好美好一件事。然之后结咗婚之后咧，发现诶、其实唔系咁，我离婚咯咁样。所以咧，各离婚嘅呢个率喺度上升紧，但系咧就系、呢个原因咧，唔同嘅国家咧都有所不同。咁所以咧，其实对我一个好大启示咧，就话其实我哋嘅人生咧好长。是不是正所謂人活70古來稀，前十年傻更更、後十年傻更更，是不是前十年少不更事啦，後十年糊糊塗塗，其實中間呢黃金期呢即係得過幾十年。五十年啦當然。如果係大家仲係一段婚姻裏面呢，仲係一段唔幸福嘅婚姻裏面呢，再蹉跎歲月呢，其實呢係好唔對唔住自己嘅人生呀。好咁好多人都話嘩有冇搞錯你鼓勵人離婚，其實唔係咁嘅意思，我覺得呢就話呢樣嘢呢我哋要懂得同不同的角度去想這件事。很多人面對離婚這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小孩子怎麼辦的、你現在洗憂是不是現在小孩子對於這些問題呢，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認為呢，他其實、只要你心理輔導做得好的話，其實對他的這個心理的影響其實不會特別大的。但你想想、你想想一個小孩子在一個不幸福的家庭裡面長大，這個對他難道是好事嗎？是啦，同樣都會有這方面的影響的樣子。所以就說呢會唔會係我哋即係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咁樣吓，離婚對整個人嘅生活狀態呢，或以後嘅生活呢影響有幾大。咁好多時候好似頭先 Hugo 話齋，第一時間就諗細路仔啦，第二時間就諗到旁邊人點睇我呢咁樣吓。咁呢方面會影響自己好多嘅主觀判斷啦。係囉。返到頭先嗰個故仔，即係你意思話既然有咁樣嘅經歷吓、我相信呢即係呢無論係而家可以解決到，但我諗呢樣嘢呢一路喺心入面呢會有陰影。唔係關鍵呢、你老公呢係對你諸多不滿意。我覺得呢樣嘢先係關鍵，之中嘅關鍵係咪先。咁性能力呀、咁隨住你就隨年漸長，佢都會慢慢弱化㗎啦，係咪先。你等我六七十歲嗰時候比錢去搵啦，係咪先。俾20蚊你海珠廣場咯，海珠廣場冇噶，嚇咁啊！即係呢方面咧，就話本身咧係有住一個幾大嘅問題喺度，係啦，更何況佢有啲咁嘅嗜好嚇。係啦，呢個 friend 話 Hugo 哥啊，智叔啊 ，Jojo 啊，佢話邊沖涼邊聽你節目，我都想邊同佢講電話，佢邊沖涼啊！唉，佢居然咧唔理我啊，聽你節目沖涼啊，我呷醋咯咁樣，唉啊！做啊，咁系咪先？咁我哋系见佢唔到嘅收音机度，系咪先吓？你用电话你可以视频噶嘛，唔同噶嘛呢啲嘢。问题我哋一周都系20000系嘛？系啊，大把时间啦。系啊，你一个星期可以视频50000，系啦，系咪而且话唔埋嘅，即系咪星期六日都呢个钟数冲凉咧？系咪先？所以你唔好咁啦，系咪先？大家 friend 嚟噶 ，share 下吓，老朋友。所以唔好緊張啊，你大把時間啊，放心。係呢、這個 friend 呢就話,Hello 雙低，我男朋友啊，西瓜兄呢係新低迷啊，我送咗你哋嘅Talk and Sock 香水呢做定情信物咁啊，麻煩你哋呢同佢講say 個 hi 啊，記得啊叫佢每天錫我多一些啊，咁啊嘩係啊，西瓜兄記得啦，咁啊錫下橙喎，知唔知啊，嘩你兩個生果係咪就拍拖都幾得意啊。水果之家是咁啊好啦，啱啱呢話讀 email 呢又查咗去第二度啊，
到 email 啊，真我相当你好啊，我超过十年嘅老 friend 啦，从高中开始咧就偶然间听你节目，然之后咧就被圈粉啊，今次咧第一次写 email 向相低倾诉，寻晚咧听住往期嘅节目咧，男朋友系第一次听，佢问我，哇，喺佢两个可以咁讲嘢噶，尺度好大，点解你会听嘅？我话点解我点解会听佢哋？系因为尺度大咯，唔系点解会听啊？真系啊！喂，我哋尺度大咩？我哋尺度大咩？冇啊，唉，真有冇搞错啊？啊，误解啊！你听下十年，再听多十年啦，吓，认真啲听下。佢话咧，唉，我原先咧系名门正派噶，系听开朗少嘅心灵地图啊，诸如此类啊，嗰啲啊，有一次。分門派啦，而家而家即系话误入歧途咯，真系，唉，真系啊！有一次咧，高中咧晚黑啊，听到你自己伴奏祝福个 friend 生日快乐啊，咩咚咚锵咚咚锵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咁啊，庆贺你生辰快乐咁啊，关键系咚咚锵咚咚锵啊，系啦，哇！嗰晚咧，我笑到咧，X 街啊，咁啊，咁啊，我哋幾唔大尺度啦，係咪先？撲字我哋都唔講啊。係啦 ，X 街咁樣啊，完全咧控制唔到啊。但係咧又遇到班主任咧嚟宿舍檢查作息，忍笑啊，忍得好辛苦啊，所以咧印象深刻啊。嗰晚咧係第一次床震啊，震到我下鋪嘅同學仔咧咩咁啊？噏晒系嘛？系啊，班主任检查完之后咧，佢仲问我发生咩事啊？我话哎呀，好尴尬啊！好啦，回归正题先啊。首先咧，我照国际惯例咧，梗系要赞下两老啦，咁啊。嗯 ，Hugo 芝芝啊，两位睿智靓仔，呢家嘢咧就唔使多讲啦，唔使咁多余讲咁多啦，个个知啊，费事咧到时听翻咧，以为自己系嗰条粉肠啦。唔系呢样嘢咧，就要听翻，即系听开节目啲 friend 就知啦。前几期讲过，边条粉肠咁浮夸？自己都唔信自己。唉，你系我认为最成功嘅电商啊，系电台主持人同埋商人，至今咧无人超越啊！时尚电商商城里面嘅 T 恤啦、衬衫啦、休闲裤啦、香水啦、红酒等等啦，时尚最时尚，而且咧仲热心咁帮助广大嘅低迷啊，优质脱单啊，时尚媒人造成咁多情侣啊、夫妻啊都冇收媒人费，业界良心啊，简直睇嚟可以收锦旗。系咁啊！对感情啦、楼市啦、足球啦、美食啦、红酒啦、汽车各方面咧，都有独到嘅见解。深水清呢啲咧系全能嘅电台主持人，边呢啲咁嘅全能嘅电台主持人边度揾啦？咁啊，成为咧低迷十几年啦，深感荣幸，感激咧当年遇见你咁啊，教识我乐观、自信、爱，爱你哋，撑你到八十岁。多谢啊 ，friend 嚟噶嘛。是寫郵件的原因呢，就是很大部分原因呢都是因為呢最近很得閒。得閒呢是因為呢最近待業當中啊，辭職個幾月啦，在這裡養緊身體，等身體好返呢就繼續考慮工作定是呢自主創業。我叫 Maggie 啊，有一個男朋友叫 Bill 咁啊 ,Bill Gates 啊，是拍拖四年啦，過年的時候呢雙方呢都未有咁快諗結婚嘅啊。都想繼續打拼事業先，但今年發生了一些事，身體出現了少少狀況，加上原先上班的公司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衡量之後於是乎選擇辭職，原本已經攞低了大客戶了，不過都是放手，身體要緊，錢可以以後再賺，嘩，你的心態真的非常好，沒錯，好過我很多咁啊，唉，唔係咩大病，休息兩三月左右啦，應該係恢復啦，冇咩事嘅。上一個月呢辭職之後呢就開始呢向男朋友逼婚啦。真係冇事做啫，因為冇事做就諗好多嘢啊。係啊，逼婚啊，就話朋友話以前呢我都諗過結婚㗎，但而家切有病先結婚啊，好不幸，因為我有病，所以我結婚。咁啊，逼婚呢唔係幾順利。
可能本身咧两个人嘅计划并唔系咁样样嘅，咁啊，所以一下子系咯，男朋友话飙机心啊，唔知点应对。系啊，你改咗 plan， 咁啊点搞啊？咁啊，系啦，男朋友飙咧，想我怀孕之后咧再登记结婚，可能系有阴影啦。佢有个亲戚啊，结咗婚七八年啊，先至成功怀孕啊。佢话佢哋家族咧冇离婚史噶，想确保女方咧生得到 B B 先登记，唔想之后离婚。哇！佢为咗保住呢个家族嘅呢个成功嘅繁衍同埋冇离婚史，喺两大条件之下选择咗咁样个一个标准啊，一个方式系啊，都大条道理。系啦，我先系咁嘅。嗯，系啦，哇，系，嗯，啊，即系而且讲埋出嚟添。系啊，吓啊，写 mail 嚟 friend 点谂啦咁都冇咩嘅，其實呢你鍾意佢咁你會尊重佢㗎嘛，係咪先，嗯，諗住呢我以後都會要 BB 嘅。係囉係囉，同埋即係自己係咪唔生得咁係咪先。好，四年嚟呢一直都有做呢避孕工作，我哋呢從五月份啊，五月份呢佢居然呢喺預測排卵期冇做呢完冇做啊安全措施。但嗰陣呢我唔想懷孕啊，想離開佢。咦，哎，點解有咁多諗法呢，咪就係囉，做乜鬼呀，亂咁諗嘢呀。真係唔做嘢真係唔得，我覺得唔做嘢真係，即係點解一個成年人呢必須要工作啦。係啦，再次引證咗呢，即係唔做嘢容易亂諗嘢呀。啊佢又唔想要住呀嘛。係呀，所以呢我自己買藥食咗啦，事後呢佢知道之後呢佢話我決心同埋你一齊，你居然食藥俾個籌碼你，你居然唔要咁樣。嘩，俾個籌碼你喎。係呀，即係你有咗 BB 係咪呀，擺個籌碼落你肚喎。係呀，咁好自然喎，兩個係嘛，就即係拉埋天窗結埋婚㗎嘛。喂，我哋做完呢期之後呢會唔會好多男仔同女仔講，喂，大道理啊，今晚俾個籌碼你呢。人生揸住一個籌碼你話幾定啦，係咪先。同埋呢我哋有去過澳門娛樂嘅 friend 都知道啊，即係長條型嘅籌碼呢係真係好大㗎。圓氹第一個圓氹第一個圓餅呢冇幾大㗎咋。喂，俾個籌碼你。男朋友竟然可以俾個長條型嘅籌碼你，哇！你真係啊，真係，阿志，做完節目去邊度諗住俾籌碼？哇！真係緊要喎，嚇嚇咁啊！我俾個籌碼你，居然唔要 ？What？ 咁樣就喺埋一齊嘅決心，生 B B 嘅籌碼？哦，我完全無解咯嚇。四年嚟一直咧係我理解照顧佢多過咧佢理解照顧我。佢自己都係咁認為噶。佢話 Maggie， 我知道咧你對我好好，結婚之後咧我會加倍咁樣對你好。最後我係想同你結婚噶，你可以堅持嘛？嘩，呢句說話講出嚟呢心都涼埋下，邊個男人真係結婚之後比結婚之前仲好㗎？定係我錯啦，當時你將句話重新讀一次，睇下即係睇下大家嘅理論啱唔啱喎。嗱咁啊 ,Maggie, 我知道你對我好好，結婚之後我會加倍咁對你好，最後我係想同你結婚㗎，你可以堅持嘛？係囉，喂，講起身係一啲問題都冇喎。喂，咁大問題呢就係話，即係個女仔喺女仔嗰度考慮呢就話，喂，結咗婚之後你會比而家對我更好，我唔信囉。下邊個男人會咁呀，係呀，個個男人都係拍拖時甜言蜜語啦，係咪先。咁結婚之後雖然不至於風言風語呀但呢當然都會冷言冷語啦。咁大問題呢至少個熱度會降低囉，呢個係規律嚟㗎嘛。係咪先。佢定係呢跟住 Maggie 就話，定係我錯呢，當浪漫嘅表白係狼心狗肺，我覺得梗係啦，梗係你嘅錯啦，係咪先。即係拍拖嗰時係講啲嘢唔使負責任㗎，係咪先。咁梗係有咁好講唔好啦，但係呢個男仔呢又即係阿彪呢完全又唔理解你嘅邏輯咁啊。但係你諗下，如果阿彪調轉過嚟講，你嘅心係咪仲涼涼啊，你係啦。我調轉嚟講一次啊 ,Maggie 啊。試下 ,Maggie, 我知道對你好。我依家會對你好好，但我結婚之後一定唔會咁好。你會唔會仲涼涼啊 ,Maggie? 雖然呢你又諗，嘩，你講起身就好似係事實啦。係啊，但你聽起身真係好硬耳啊。係啊嘛，係咪先，傻嘅咩啊。哎，人家真係浪漫表白嚟㗎，你狼心狗肺。係真係啊。阿彪佢話過呢，我淨係想同你煲飯咋，對其他人冇感覺冇興趣。佢講得佢講過好幾次啊，呢句嘢係以事清白定係咩意思？
喂，你听日搵份工啦，不如啊？系咯，系咪件？声音冇嘢做就好多嘢谂啊！每句话都系斟酌下咁啊。嗱，我同你讲，即系咪以事清白都好啦。咁至少佢呢句说话，你唔可以每一句说话都怀疑佢嘅真实性，你知唔知啊？系嘛？系。咁你即系你同你拍拖，人哋好攰噶。系咯，系咪？嗱，我哋个律师 friend 就开始喺呢、這个即系庭前辩驳啦。系，佢胡说，意思就 objection。我就一定咧喺结婚之后比结婚前对女婆到老婆更好噶啦，讲都唔系好顺。我就一定咧喺结婚之后比结婚前对老婆更好噶啦，咁样。啊，嗯，系嘛，系啦，系啦，系啦，嗱，男人都中意系讲呢啲嘢噶嘛，系咪先？系啊，讲嗰时系即系气宇轩昂噶，讲到吓，好大声噶，讲到系咪先啊？即系事实上咪咁啊，另计啦，另外一码事。但好过至少唔系咁讲啊，系咪？系啊，起码讲系咁讲啦，系冇错啦吓，咁啊。彪呢佢有 V 情節啊，其他女仔呢有聊過佢咁多，但呢咁多年嚟呢彪呢都只係我身邊，佢覺得啊嗰啲女仔呢肯定有同其他人煲過飯，認為呢嗰啲女仔唔乾淨，所以呢個呢就係佢唔同其他女仔亂嚟嘅其中一個原因啊，咁啊，嗯，咁有呢個愛好都幾好啊。北京時間22:30。是啦，咁今日返返嚟我哋節目就一聲寫一寫情啦，啱先呢有嚟自我哋、充滿感情嘅電子郵箱入面嘅一封喵咁啊，咁一個即係而家好得閒嘅女生呢就好多嘢諗㗎，發咗封喵嚟咁啊，入面呢有好多呢對佢先生嘅一啲嘅諗法喺度啦，係啦，咁啊，但未係先生嘅男朋友，男朋友啊，但阿彪呢經常呢用講笑語氣話呢以後呢會搵小三啊諸如此類，從以此呢嚟鞭策我變靚變保持呢好身材。即係講笑嗰種啦，係咪點點點啦，我係點點點㗎，係咪？因為阿彪呢工作原因嘅關係啦，我哋一直呢一齊嘅時間呢好少，佢呢晚黑要忙到11-12點嘅，周末呢節假呢都經常呢要返公司處理客戶嘅問題，呢、這個呢真係喺度忙緊工作，冇搞搞陣嘅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呢遲咗幾年呀，我都好理解佢，都冇點因為呢件事呢而發脾氣，畢竟呢工作進取係佢吸引我吸引。是个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同时呢我都、有了很多时间留给工作，我骨子里面呢都是工作狂来的、是他鼓励和指导之下呢我工作呢一年比一年呢做得更加出色、不知怎么说句我们双方呢都是同届毕业的同学仔之中呢取得的成就呢是摆在前边的、这方面来说呢真的值得给很多个赞他、不断鼓励呢令到自己在工作方面、有好的进步啦、人哋攞嚟拍拖同埋打遊戲嘅時間呢，我哋全部攞嚟呢係奮鬥喺自己嘅事業上邊。但係呢兩老你哋應該估到啦，我哋嘅感情呢多數都係靠煲飯呢嚟維持嘅。冇計啦，出去拍拖嘅時間已經冇啦，返到嚟呢深夜嘅時間呢係最多。平時傾偈都非常少，都係見面傾。我哋兩個呢相處得好自然嘅，好舒服嘅。放屁咁尷尬嘅事呢我哋都可以好搞笑咁過去。啲乜嘢戀愛專家話放屁呢情侶之間必經嘅事，度過咗就代表咗雙方感情呢已經上升到另外一個高度啦。喂咁啊，那無論點啦，呢啲感情專家講得啱唔啱都好，你兩個人覺得好舒服下已經是相處得好好啊。你一放個屁人問一下。經常情深苦苦咁樣講啊。啊犀利犀利。係啦呢、這個本身呢我哋嘅感情應該呢就咁樣發展落去奮鬥事業啊，互相理解支持成家。但因為呢佢陪我時間好少啊。有時候我休息啊，身邊呢多多少少呢會出現其他異性啊。有啲係同事，有啲係朋友，有啲係客戶，有啲呢係因為其他事認識嘅陌生人。咦，係啦，會唔會呢就係即係故事到呢度呢有新嘅情況出現呢吓、哎呀，知唔知係咩歌？唔知吓、只愛陌生人。係、okay. 男朋友彪呢都好自信咁講呀，佢話我靚仔高大有錢身材正，你搵其他人都唔夠我一半啦、無限自信喺度啊。係啦，之前呢一直呢都對其他男生呢睇唔上眼呀，但最近呢兩個月我都有掛住一位異性呀，我確實有個心動嘅一位異性，佢叫 Justin。啊，點解呀、一樣囉。
靚仔高大有錢身材正囉、啊、女生又得閒關鍵女生得閒就係、是、真係呀係 Justin 呢我其中一次呢回老家的時候呢喺路上認識嘅路途呢200多公里嘩係嗯咁啊會唔知呀兩個人相處時間都有啊有一定啦、啊、正所謂沿途和你車廂中擁抱喎係啦有冇去到擁抱呢階段呢未知呀、啊、認識 Justin 啊接近呢半年時間雙方第一印象都超好是我喜歡的類型跟男朋友標一樣都是運動型 177cm 左右第一次接觸就是回老家的兩次見面從他的說話細節覺得他斯斯文文懂得體諒人跟男朋友完全不同我男朋友呢講嘢呢就粗粗魯魯不懂得體諒人形成呢很大的反差然而呢進而呢令我對佢嘅好感呢係加強咗嘅。我 feel 到佢呢都對我有好感啊果然第二日呢就收到佢發過嚟嘅微信啦。嗯嘩係。係啦咁故事喺到呢度嘅位置呢我哋有新嘅一啲細節喺度啊。係呀係呀起咗啲涟漪啊。不過呢我哋嘅交流呢冇繼續落去因為 Justin 呢本身呢唔多識傾偈而我呢有男朋友冇諗住繼續㗎。啊當自己花痴一下就算啦。嗯哼第二次見面啊間隔咗成個月當時呢我心情好差超差好嬲。男朋友同男朋友分隔男朋友呢好嬲男朋友同男朋友分隔兩地。而佢咁啱呢喺我休息嗰日呢讓我出去玩。亦係佢主動呢微信搵我嘅第二次。嗯出於換種環境換種心情嘅目的啊。心情唔好啱啱有一個呢即係印象幾好嘅男生要出去玩咁 ok 啦。換種環境換種心情嘅目的。我梗係出去啦唔通喺自己間屋度自己嘔氣咩。出去呢唱 K 食宵夜玩得幾開心。是不是不是得我哋兩個嘅仲有佢幾個 friend, 唱 K 食宵夜都有呢飲啤酒唔可以開車亦係因為呢太夜啦叫車返去住嘅地方呢又唔安全畢竟呢叫車返去呢都需要一個幾鐘啦嘩去到咁遠玩啦係啦係啦所以呢我哋呢當晚呢就開咗間房等聽日呢再返去。在他描述當中呢好像一切都咁順理成章咁但是其實過中呢點解佢咁容易就兩個一齊開一間房啦咁畢竟呢個男仔佢欣賞嘅男仔嘛同埋即係佢男朋友有嘅優點呢個男仔都有而佢男朋友缺點呢喺呢個男仔嘅身上呢暫時又發現唔到嘛係咪先斯斯文文男朋友粗粗魯魯咁你揀邊個係咪先係啦咁呢邊呢又嬲緊咁呢邊又咁開心咁啊係囉啊真係果然換個環境換種心情啊。係啦咁樣咁呢所以開間房啊等聽日先返去啊。不過我哋兩個呢冇發生到兩老所想像嘅事啊亦都冇抱抱冇 kiss。但我呢心入邊呢好涼啊唔係驚佢亂嚟啊。是因為信得過不是好涼 sorry, 睇錯但我心裏面好驚好驚 sorry, 好驚啊不是驚個亂嚟啊是因為信得過佢亦佢呢不是會勉強人嘅人。就喺嗰晚我重新呢有咗心跳加速緊張好緊張好強烈嘅感覺啊所以呢其實我自己先驚。嗯是怕自己會行差踏錯是啦怕忍不住是啦為什麼自己會這樣呢是啦是啦明明有男朋友和男朋友好地地為什麼突然間又對一個新識的男仔會有這個心跳加速的感覺呢而且還要去到這樣好像這麼親的一個地步呢是這樣太怕了我又想呢確保安全才入睡休息唞一唞我們兩個呢當時拖住手我拖住佢嘅手我就知道呢佢有冇喐有冇意圖不軌嘅動作。喔咁嚟解釋嘅。即係拖住手瞓。係。係啦。萬一你一喐咁我知㗎嘛。我知係啦係啦。咁唔知係點拖一隻手單拖呢定係兩隻手呢喔唔知你建議係個男生建議定係女生建議啦。我可能有啲意圖不軌㗎。所以我兩個拖你手呢你可以及時制止我。萬一我忍唔住俾啲籌碼你就閉啦。
系咁啊，咁嘅状态之下，系啦，出去唱机宵夜开房嗰段时间，我男朋友阿彪啊，一个电话一个信息都冇揾过我啊。阿彪就系咁噶啦，我嘅微信咧都可以两日都唔复嘅，就算我打电话俾佢咧，佢都好快收线啊、嗯。有嘢咧真系见面倾咋。嗰次之后嘅几个星期，我同 Justin 咧都有保持联系，日日微信倾偈，甚至午休期间咧，我都可以好精神咁样同佢倾微信。日日朝头早讲早安，日日午夜咧互相报道食咗啲乜嘢啊，晚上咧仲视频过几次添，非常开心同埋暧昧，已经咧系好明显啦。喂，好明顯是一種戀愛的狀態來的。是啊，好多好多我們戀愛當中的男朋友女朋友都是這樣的一種狀態來的嘛。嗯啊、他就是進入了這種階段。是啊，那我會越來越害怕、啊。那段期間呢，我和男朋友呢是住在一起的。他什麼都不知道、啊。佢唔關心我嘅任何事啊，而呢個 Justin 呢亦唔知道呢我有男朋友㗎。我多次呢暗示男朋友Bill，叫佢多啲關心我啦，對我好啲啦，如果唔係啊俾人搶咗佢啦。但呢男朋友Bill呢不以為然啊，佢仲話邊咁容易就佢係邊有咁容易俾其他嘅 K 呢啡二打六勾勾引㗎，你品味冇咁差嘅。係囉咁如果二打六 K 呢啡梗唔得啦，但問題呢個 Justin 係主角嚟㗎嘛。好強勁嘅對手啊。係啦，但問題企喺邊個角度會唔會呢，即係我兩個人嘅關係呢咁穩定啦，我都係諗住呢，即係大家都係會結婚㗎啦，咁所以呢方面呢就會稍而冇咁細心。嗯哼，啊哈，谂住诶，肯定系噶啦，咁样系，哇，呢、這个 friend 咧喺微博上面同我讲，同我哋讲下，佢话我心里边咧谂住唔好出轨，唔好出轨，但系仲系出轨啦，哎呀，啊，哇，系啊。是啦，咁啊问题呢就去到呢个阶段嘅话，我諗好似寫喵嚟嘅 friend， 佢自己都好难控制到自己喎。嗯哼，呢、這个 friend 话我老婆问啊，大家都系成年人，点解唔开两间房呢？咁梗係兩個都有啲意思啦，係咪先？係咪大家都係成年人啦，係咪先？係啦，其實有兩方面嘅解釋嘅，大家都係成年人，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感情，嗯，係咪開一間房平啲㗎嘛，係咪先？咁喺經濟成本上面睇。係啦，咁第二個解釋呢，當然即係真正嘅解釋呢，就係兩個人呢都對對方呢有 feel， 係啦。是有意思的那種狀況之下、嗯、為什麼是你老婆問的其實呢會不會真的如果是任何即是 feel 都沒有的話，我想他所謂的即是這麼夜啊這麼遠啊，其實都不是成為理由的理由啦、嗯、是嗎嗯啊啊啊是囉，所以呢家嘢真係啊。呢、嗯、個 friend 話前晚呢瞓唔著，上官網睇下啦，突然之間發現呢買嘢原來銀幣可以當現金喎，梗係啦，先唔咁你唔知呀，咁多 friend 咁耐唔知呀，銀幣呢可以當現金使㗎，直接抵扣啊。啊同人民幣一比一啊。係係係係。咁呢於是迷迷糊咁落咗單啦，一直呢都以為自己買咗呢葉蘿蔔同埋雞腳，今日收到貨先知道自己買咗兩盒蘿蔔啊，我雞腳啊。呢個迷迷糊糊啊。係係係咁啊。呢個 friend 問啊，呢、這個 friend 叫 Justin 喎、啊。係佢 Hugo 哥請問邊度有雲吞麵最好食啊，我要超越佢哋。咁啊不如你講下你間雲吞麵喺邊度先啦、啊。試下先知道啊。係啊。俾啲嘢俾提點你係嘛、啊。可能已經超越咗呢。啊咁樣。係啊係啊。我哋睇返呢呢啲咩。係啦、啊、去到呢個關鍵位置啊。係啦、啊。唉，佢呢物質自信啊，佢冇諗過呢方面嘅完全啊，男朋友啊。直到呢有一次我出差返嚟，男朋友彪呢喺我瞓咗嘅時候呢偷睇我手機，佢先知道呢有個咁嘅人，嗯，有段咁曖昧嘅關係呢發生咗，距離依家呢已經兩個幾月，嗰晚佢對住我喊，喊到好傷心，我第一次呢見佢喊得咁慘烈，抽泣不斷咁喺度抽泣，喊濕咗十幾二十張紙巾，佢一邊喊一邊話 Maggie 你要離開我啦，你唔要我啦，一直重複咗呢句話好多好多次。
本来呢是一个好自信的男朋友，突然间接触到咁样嘅一个咁嘅事实啦、我諗佢真係会有崩溃嘅感觉。係呀、估唔到估唔到啊，自己身边人会咁样样。而且呢我相信阿彪呢係嗰啲即係好大男人啊嗰啲嘅男人嚟嘅。佢对自己有自信啦，佢对自己工作好努力啦，佢細估唔到呢真係佢一直呢即係计划緊会同自己结婚嘅嗰个人呢突然之间会做出啲咁嘅事，呢、這个咧系呢个对佢打击咧系非常非常之大嘅，绝对啦。哎呀，喊到小朋友咁啊！系我爸唔知啦，爸唔知佢偷睇我手机，问佢咩事，叫佢早啲瞓。嗯哼，咁其实呢佢偷睇我手机嘅时候呢语音讯息呢系吵醒咗我嘅。是啦，咁啊，但系睇紧又冇办法制止，之类啲咁噶啦，吓。但系问题就系，大家心入边都明白啦，就冇，仲系冇，即系督穿呢层纸啊。咩嘅大家都明白啫。阿彪系知啦，但系咧而家咧，而家咧阿 Maggie 咧。是即是呢、這個扮唔知嘛，扮唔知嘛，老即係未到老羞成怒啦、至少呢就係處於個扮懵狀態，咩事啊咩事啊，做咩啊，係囉係囉，點會離開你啫咁啊。係囉係囉，嘩喺成日聽呢啲說話咁熟套路係咪呢樣嘢係咪先，定係成日講呢啲說話呢，你必須要成日講係咪先，呢個套路嚟㗎嘛，係咪好多對白都係咁㗎啦，係咪彪點辦呢，咁啊嗰次呢我係出差到Justin 嘅城市，想約佢見面，不過太忙冇見成。嗰次出差之後呢，男朋友彪喊咗之後呢，我同 Justin 呢都冇乜聯繫啦。同 Justin 講咗一段話，我哋呢都冇點樣聯絡囉。但呢最近兩個月呢真係日日都有掛住阿 Justin 啦、就算呢同男朋友彪一齊嘅時候呢都經常會諗起佢。呢種感覺呢好難受，知道呢咁樣好唔應該，但系咧，唔知道应该点办。我有时偏激咁样谂下，不如咧同男朋友彪生个 B B， 然之后顺理成章结婚，问题咧应该咧就解决啦啩？定系咧再次去见一见阿 Justin 咧，又系咁样挂住？其实咧呢种感觉真系好诡异。我哋咧从头到尾咧只系见过三次而已，心跳加速嘅感觉咧真系死灰复燃，知道咧自己原来仲有呢种感觉，唉，真系啊！咁其實知道自己呢其實對一個陌生嘅異性呢仲會有呢種戀愛心跳加速啊，即係面色泛紅呢種感覺啊，係、好事定壞事啦，似我即係唔基於佢一個即係呢個男朋友啊等等所有嘅情況做前提呢、有呢種感覺我諗一定係好事嚟嘅、即係表明 內心呢仲係會對一啲自己憧憬嘅嘢呢會有向往囉、但問題呢就係、基於咁樣嘅現實嘅情況之下會有一種感覺呢就令到寫 mail 嚟我哋嘅 fan 呢就即係十分十分之矛盾囉，我覺得呢位 fan 話只能夠講email 中的男朋友是傳統男權型的鋼鐵直男、但是 這種鋼鐵直男我覺得是即是我很欣賞的、是啊是啊，某種情況之下呢其實我都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傳統的這個男權至上的這個鋼鐵直男、是啦、因為呢本身自己心目當中已經認準了一個人他就是我未來的太太、所以在這方面呢完全放心了，唯有呢就努力去打拼自己的事業這樣即係講起身係冇任何問題嘅，但係最企喺女生嘅角度就話我哋之間係咪缺少咗交流呢，係我之間嘅交往係咪少咗呢，你冇冇以前咁關心我呢咁樣，所以呢個矛盾嘅位置就喺呢個位度，係呀、好啦，咁呢就我知道呢同 Justin 呢唔太現實唔係太靠譜，但為咗呢件事呢最近呢失眠好嚴重，想早瞓呢都瞓唔著，求相低呢指點迷津，萬分感謝下。PS, 男朋友彪呢鍾意飲紅酒，要幾要幾多支先可以有團購價。兜咗好大個圈啊。呢個圈未免太大啦，乖大啦。哎呀真係。唔係其實呢我覺得即係首先我覺得即係
我都觉得好多谢我哋写 mail 嚟嘅 friend 其实呢个就系基于一个好信任好好嘅 friend 咧，佢先会讲出自己一啲咁嘅嘢嘅。我相信系冇错，系啦，多谢你嘅信任先咁啊。好，咁我听日咧就喺听日咧请登录啊，我哋一些事一些人嘅呢个商城吓啊 loveq.cn 吓咁啊，我开一款红酒嘅团购价俾你吓 ，Maggie 叫标团购价，系啦系啦 ，to for 标团购价，系啦啊，真系啊，虽然圈有啲大啊，系都成功。我开个团购价俾你，因为咧我某种程度上咧，其实我同阿我啱啱都讲咗啦，我同阿彪其实系属于同一种嘅男人嚟嘅，咁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件事里边咧，佢好无辜，好可怜，系一定嘅，一定。咁如果你系即系咁有佢心，你要买红酒俾佢嘅，咁我一定咧系会帮你完成呢个心愿吓。啊，Maggie， 世界上咧有好多嘅诱惑，我哋。工作上边同埋我哋嘅感情上边都系一样嘅。譬如话，当我哋喺某一件事情上边，我哋喺度好努力嘅时候，但系咧，我哋有时咧唔觉意咁担高头一望，原来咧有啲人咧已经系弯道超车啊，行捷径啊，咁样啊，系做紧其他事，好搵钱啦。啊，呢啲就系一个诱惑。即係譬如係即係我哋係做緊電商咁啦咁啊電台節目主持人加商人咁嘅意思啊突然之間發現呢原來呢嗰啲呢喺度做區塊鏈嘅人嗰啲做玩幣嘅人全部發曬達嘅咁你會唔會覺得自己係錯失啲機會呢會唔會覺得自己自己係咪面對啲誘惑你自己可唔可以仲係堅持你自己所做嘅嘢呢嗯哼，系咪？定系咧就话人云亦云，随风吓逐流，我哋去做风口嗰只猪咧咁啊？系啦，随波逐流系嘛？啊，随唔系随风逐流吓，系波阿志啊，波系唔一定系圆嘅，波就逐流啊，风就飞扬啊，就唔一定啊。系啦，咁所以咧，有时咧就即系工作上都会有啲诱惑噶，而喺爱情方面，我相信你同一个人相处耐咗，两个人咧变到好似一个人咁样嘅时候，突然之间咧有一个咧。有一个咧好优秀人出现喺你面前，你一定咧会有心动嘅感觉，呢个冇错嘅 Maggie 啊，我可以同你讲，你暂时到今时今日为止，你都冇错。当然啦，思想嘅出轨咧，可唔可以当作一种错咧？我觉得未必吓，我觉得喺感情嘅世界里边咧现实同埋想象咧，毕竟系两件事嚟嘅。咁你有呢种嘅内心嘅骚动咧，我觉得你系冇错。但系咧问题咧就系应该咧悬崖勒马。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俾阿彪一个交代。我唔同你啦，我同呢个 Justin 啦。系啦，即系话，当然喺呢个时候咧，我相信系你最矛盾嘅时候吓，好需要一个真正属于你嘅答案系。但系完全同意阿 Hugo 所讲呢个时候，你一定要停低。嗯哼，啊哈，对自己有一个好。认真同埋真切嘅交代下一步应该点行。係呀係呀哎呀阿志嗱呢个呢一定要插播一下啦。,Black Tea, 鱼干发上嚟㗎。佢话相低晚上好啊 ,15 年嘅 friend 第一次留言啊。啱啱同老婆呢曼谷返到广州出去第二日呢老婆呢就亲戚到啊。啊咁呢就而且呢佢仲水土不服啊好惨啊冇得煲饭啊。不过呢呢个世界有一句说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本来都諗住呢去呢个布吉旅行㗎。点知呢因为太太咁嘅状况啦呢个水土不服啦。呢个行程呢取消咗避开咗嗰班船。哎呀。生者已矣逝者安息啊。希望呢各位出行嘅 friend 呢都平平安安咁样可以返到嚟。哇。哇嗱。坦白讲呢个掌声即系冇任何意思而系一种即系话邓你祝福啦。係啦係啦祝福即係邓你邓你哎呀即係觉得好彩嘅感觉真係。嗯係啦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㗎嘛有啲咁样唔好嘅事情所以嚟緊暑假咁好多朋友都係出行啊旅游啊安全永远都係第一嘅。哇最近呢泰国点样即係发生咁多事嗰、那个山洞嗰件事你知唔知啊係啦我係啦。哇喂呢个应该系人类历史以嚟最艰难的一次营救啊。但而家仲得唔得都唔知㗎嘛係啦。Musk 呢我覺得呢嗰招呢應該係 OK 嘅。即係點呀邊一招 OK 你覺得欸 ,Musk 即係嗰個獵鷹重型嗰個火箭囉。火箭即係私人飛火箭啦。Tesla 啦。係啦係啦。佢呢就話做一條管
呢条管呢係嘅截面呢好似呢、這个薄荷糖咁嘅。嗯哼。你嗰个有圈个薄荷糖叫咩话宝路啊。啊宝路啦吓。吓吓是但啦吓。Okay. 啊咁卡路 B,、嗯、哦唔係卡路 B 係薯片。啊插播广告好不动声色嚟。係啦咁呢就係、是、好似个宝路薄荷糖咁嘅个截面啊。佢、嗯、呢就呢但呢就搵啲蛙人拖入去嗰時呢就一條繩咁樣拖入去將佢、嗯、卷成將佢一條繩咁樣拖入去。然之後呢去到啲小朋友嗰、那個山洞嗰時呢、嗯、然之後呢先至充氣。哦、等啲管壁呢嘅足夠嘅啲氣體壓力啊、嗯、啊令到呢中間嘅窿呢打開、啊、然之後啲小朋友從中間中間窿行出嚟、哦、如果唔係要啲小朋友潛水喺啲泥水入邊潛五個鐘頭呢個唔可能嘅事。呢個真係冇可能啊。嗯係呀係呀我覺得呢樣嘢呢即係暫時嚟講我覺得呢唯一一個呢好似係可行嘅辦法。可能係可行嘅辦法。嗯係咪先咁關鍵呢就話你嘅水壓力你的空氣壓力有多大才可以抵抗住水壓力水壓可以先至形成中間個窿即係形成一個管道啦。係呀、啊、形成一個管道因為呢嗰、那個救援即係參與救援嘅人士呢就話最窄嘅地方可能都唔夠 70cm 嘛、哦啊。所以先至會有一個潛水員係壯烈犧牲嘛。係、嗯。啊所以呢樣嘢真係唉。好多嘅。喺山頂揼一條垂直嘅窿落去呢樣嘢呢其實我今日都幫佢度咗㗎。我度咗但呢千祈唔好垂直喺個山窿上邊、嗯、因為如果咁樣揼穿嘅時候呢啲泥跌落嚟呢啲石跌落嚟會砸聲、啊、應該呢就喺佢側邊側邊、可能離一個安全距離垂直咁樣打個井落嚟跟住呢到佢呢個位置再打橫喔、哦、即係你要行一個直角位係冇錯啦咁係可以直落㗎係啦咁就算呢喺中間呢出咗咩問題呢都唔會揼親人㗎嘛係咪、嗯、唉咁呢個好艱難嘅一個救援啦係呀係呀當然你話保守嗰種即係捱四個人喺入邊得唔得呢呢種吓唔知係呀、啊、真係咁、啊、我相信呢即係唔係相信啦希望啦、嗯、可以盡快攞一個最科學嘅方法啦而且最有把握嘅方法㗎嘛呢個 friend 話 Hugo 泰國12個小朋友已經搵返啦個個安全請放心我梗係知搵返啦而家點樣救佢出嚟咋嘛講緊好啦咁啊返返到呢封喵啦咁啊 Maggie 係咪所以呢個時候呢我覺得你真係要懸崖勒馬是這個 friend 說掌聲送給水土不服加親戚到的女朋友你娶她啦是囉、嗯、我覺得即其實剛剛我是想說這句說話你娶她啦是啊你兩個經過這樣的大難都可以避開是囉完美避開、嗯、你不娶她你娶誰過你沒錯是啊唉咁啊講返呢封 email 啦咁我覺得呢就而家個關鍵呢就話你點樣同呢個阿 Bill 啊做呢個心理建設。嗯因為呢佢畢竟係知道咗呢件事嘛。係啊以佢咁嘅性格佢知道呢件事而且佢都有 V 嘅情結嘅即係佢同即係佢會覺得呢佢感情上面有潔癖呢、嗯、方面咁我唔知道呢個潔癖呢會唔會大到呢就連你。佢思想上嘅潔癖 啊就連你可能呢啲少少嘅曖昧呢佢都頂唔順。咁所以呢我覺得你如果想同佢一齊呢你一定要諗好呢、這個點樣嘅辦法呢同佢重新呢做返呢個心理上嘅建設。嗯、如果唔係呢北京時間23點正。